总之，病人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必须立即手术。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人还能不能活？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必须立刻手术。那手术以后能不能恢复正常？还能活几年？有三五天的，也有能拖上好几年的，这要看病人本身的恢复情况。刚才的出血点你们也看到了，在病人的脑干上，它会对周围脑组织造成伤害。 脑干控制肢体，现在手术就能控制出血点的继续扩大。不过，病人可能有很大几率无法像正常人一样，只能躺在床上。如果不马上手术，那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是说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手术，浑身上下除了眼珠子能动以外呢都不能动，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多久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医生，我们需要商量一下，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个手术。 那你就商量商量吧。这个手术做，我们做。做的，我们肯定做的呀。钱呢？你们考虑好了再找我。您能拿得出做手术的钱吗 ？Andy 已经垫付了8000了，你还想管他借多少？你拿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？那也要做。不做，我爸就没命了。我这就打电话借钱去。 喂，经理，我想能不能从财务部那边支3个月的工资过来？因为我爸住院了，我现在急需用钱，能不能开这个先例？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想别的办法。喂，范总，你好，我爸做手术需要点钱，所以我。 刘总，你好，是我，那个是这样，我爸爸做手术需要点钱，我想问你借点钱，2万2万，什么？开什么价？对不起，我不是小姐。莲姐，莲姐，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啊？我爸住院了，需要钱。很抱歉，我现在在外地呢，在外地出席公司的年会，帮不上你。不是我，我一发工资我就还给你好吗？你爸在哪个医院？我让我秘书送1000万钱过去给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就这样敷衍我是吗？ 啊！你怎么就不问我爸这个情况怎么样了？实在抱歉，这男女之事都是你情我愿的。我认为我们一直是朋友，所以我才让秘书送钱给你的。我现在很忙，而且人不在上海。等回头我回去吧，有机会再去拜访令尊大人。不是莲姐，莲姐，就是莲姐，流氓，流氓。 我男朋友在外地呢，所以我给我回钱。你男朋友是曲连杰吗？你知道曲连杰是谁吗？他是我哥，大完人一个。哥是啊，可以啊。你电话又响了。喂，曲连杰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应酬呢，在麦当路呢。你没事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 爸，让你有空回家一趟，否则我才懒得理你。话我带到了啊，回去随便你挂。以后找人把眼睛擦亮点，别找这种不靠谱的。他追了我好久，还带我去很好玩的地方，给我买很好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就是玩玩的？哎呀，你傻呀！ 他给你买那么多东西，带你出去玩，就是为了骗你上床。啊，这点钱当然无所谓了。你爸这时候就不一样了。
一看就知道是个无底洞。狗狗它又不傻，怎么可能呆呆往里跳呢？我俩跟你说了吧，那女朋友多了去了，根本不在乎伤你。韩胜美，振作点儿，你爸现在还在急诊室里躺着呢，你坐在这儿为这个人渣哭，傻不傻？我到了，你人呢？走。曲潇潇只一眼就认出来，赵医生身边就是那位名不符实的前女友。难道他的情报错了？这位竟不是赵医生躲桃花的挡箭牌？介绍一下，夏文娟，曲潇潇。怎么样，你们情况？病人情况不太乐观，进屋说。小美，你借到钱没有了？啊？没有。你跟那个好心的姑娘借点钱好吗？她说过的，只要你写借条，有多少钱她就借多少钱的。啊？不会借到钱。为什么不会了啊？你爸爸都这个样子了，难道你不想救他了？我说了不会就是不会，我不向他借钱。姑娘，求你，求你借钱，别借！为什么你可以借的？只要小美，只要小美喜欢小你可以借给我们的，求求你，真的求求你了。今天晚上。老豆子的性命就全靠你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在里面跟主治医生沟通了一下，他跟我说话很直接。现在呢，你们就有两个选择。不救，病人活不过三个月；救的话，就得马上手术。但是呢，病人在手术之后有很大的几率会全身瘫痪，所以必须要找专人陪护。我也帮你们打听了一下，如果进康复中心的话呢，不但价格贵，而且康复的可能性也并不大。如果不进康复中心，那么手术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就不是很高，所以。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生存成本问题，我觉得目前这个方案是比较可行的。安迪，你先去车上，这儿的事儿我来亲自处理。放心吧，相信我。整个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啊？连手术加住院观察，前前后后也得10万左右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救还是不救，也就你们家属才能同意。当然要救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老头子就这样死掉。听着母亲的话语，樊胜美心中充满内疚。爸爸当然要救，但是钱呢？就他那一点工资，要租房，要养家，原本就捉襟见肘，而这10万块手术费，更是如一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